虫和害虫，我们称自己为昆虫。来个混水摸鱼吧。对，我们是昆虫，叫水稻鸣虫。别害怕，我们只吃水稻，其他不吃。报告好消息，我发现了我们的食物——水稻。在哪里？你们看。没关系，现在我们身体里有抗药性，人们为了对付我们年年打农药，而且越打越多，也没了不把我们打死，就是吃点农药，我们身体里面的解毒酶也可以把它降解掉。对，我们体内的解毒酶可以把它降解掉，不怕不怕不怕。伙伴们该走了，我们是害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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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的名字叫香根草，我们是人类的好朋友。对，我们可以帮助人们保持水土和使水土流失，可以用我们庞大的根系固定前部，还可以帮助人们保护环境。大家在垃圾场和污水处理厂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踪影。不过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可不是这些，今天我们来这里有一个新的任务。有什么新任务呀？就是帮助人们消灭害虫，这样就能减少农药的危害，增加食品安全感。对，保护水稻，不让鸣虫危害水稻。我们要保护水稻，水稻是人们的主要粮食作物。可是我们没学过呀，怎么样才能保护水稻呢？别急别急，听我慢慢讲。这是经过多少人很多年才得出来最新研究成果。我们身上有香味，对吧？对呀，要不然为什么我们要吃香根草呢？我们身上的香味能把鸣虫吸引过来，它们的成虫窝在我们身上产卵，卵孵化以后变成了幼虫，就开始吃我们香根草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它们吃不了我们，一旦它们吃我们香根草，它们体内的解毒酶就失去了作用，就会因发毒性发作而死，这样水稻不就保住了吗？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，是科学家们研究了二三十年才得出了科研成果。想到你们比农药还可怕。对呀。